大家好，我们是无间情，节目即将开始了，你订阅了吗？也别忘记开启小铃铛哦。在空气路徛我两公乌都白，坏在我的人生干那狗屎，我无志无行干那一条命，朋友啊，斗阵来搏。别句吗？龙珠回头，我会唱这句。龙珠回头，龙珠回头是谁？怎么了？回头，回头啊！台语也不懂。回头是岸，真的唱回头是岸，怎么样？在我这边工作很不顺，是不是？想要回头，是不是？店长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两个最近除了在这边打工以外，我们被星探发掘了。哦，我们现在出去赚很多钱哎，明星啊！签名，我跟你讲，而且上个月啊，你要我们加班，我算了，应该有大概40天的加班的那个时数，而且我算了那个总数的那个金额，我算应该有大概3亿，你要赔偿我们3亿的加班费，加班费，没有这个东西啊，没有吧？你有，那不好，不，这样我们商量一下。啊，你们如果觉得真的很累，人手不足的话，啊，没有嘛，朋友那边介绍一下嘛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找一个人，然后那个客群跟我们不一样。哦，我觉得最好是师奶杀手。哎，啊，觉得不错，不同客群，有一些伯伯妈妈，那我们的生意哦就会变得更好。这样不错，我们多一点师奶的进来，而且他们也很那个阿萨里花钱。对，消费能力很高，好像不错哎。哎，好，好像可以物色一下。丁总，有人来了。哎，欢迎光临。不好意思，你好。我刚好听到说你们想要应征，这是什么师奶杀手是不是？应征师奶杀手？不是，我们的应征的店员。哦，店员啊。那什么店？我这也不是做鸭的。我们这边是卖咖啡的。是，没有鸭肉。不好意思。对啦，我想说刚好最近哦也发片。哦，恭喜。先给你们。哇，谢谢。哇，大有来。谢谢，然后呢，因为又要开演唱会啦，最近哦钱花的比较凶，然后有点缺啦，想说来这边应征一下。这里你要开演唱会？对，明年。要不要讲一下在哪里开？在小巨蛋。小巨蛋，明年。对，2月20，希望大家可以到我的十歌演唱会来听我唱歌，谢谢。哇塞，小巨蛋，我们这里的规格哦，其实跟小巨蛋差不多，感觉得到。对，因为我们有那个 disco ball light， 而且你刚刚后面那一句唱得很好哎，真的吗？龙珠回头，龙珠回头，那个龟套有闽南语。我们这边的台语的部分要不要来秀一段？靠我了啊，先唱一下。好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米酒杯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，今日受风吹，今日冷冷归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太好听了吧！我觉得你可以变店长了，蛋呢蛋呢，变店长，你干单无像你干单，你第一歌唱歌未歹，我感觉是好啦，真好，和你过关啦。哦，谢谢。不过，那就算你是台语的歌王，嘿，敢不敢跟我们一起唱一首中文歌 ？OK 啊，你们开歌单，开歌单好不好？你们开歌单，开现在最红的，大家都很喜欢的《天黑请闭眼》，也不错，也不错。但是还有另外一首，那歌在。我是有这么难讲吗？没有，因为那个歌名有时候会忘记是刻在你还是刻在我。我啦，反正就是在我心里的名字。敢不敢接受挑战？可以啊。好，一起来合唱。
次我告诉我自己，越想努力赶上光的影，越无法处理而已，觉得哇塞，这个真的是我差不多80%要录取了，但是还有当店长吗？当店长没那么快，想冲了呀！因为前面都是比较是歌艺方面的东西，我们这边还是要有一些你要会点菜啊，菜单服务客人，这个很重要，技术性上面的，好不好？点菜环节准备好了吗？可以，进行台语点菜好时歌。一点菜好时歌，总共会玩三题，怎么玩呢？待会彩木会出一题，好，然后呢，由许富凯，你要把彩木上面的那一道菜翻成台语，然后呢，再传给第二棒，第二棒再传给第三棒，连起来了 ，combo， 再传给第三棒之后，第三棒要把这一道菜从台语再翻回国语哦，其实一个翻译的游戏，所以第二棒好不好？完蛋了，关键台语小王高难度的好不好？台语最流利是我了，对，而且只有三题哦，如果我们没有答对两题以上的话，我们全体都要被惩罚。哇，惩罚是什么？电笔伺候，好不好？嗯，秋风者不要闹，拜托你，OK 吗？没问题，好，来，彩木，请出题。这什么？哎呀，来，咸炒鸡排，咸炒鸡排，咸炒鸡排 ，OK。咸炒鸡排，你可以看不敢看他，你敢不敢看他？我叫彩木，哦，没有。咸炒鸡排，哎，一个字都不能错哦。咸炒鸡排，确定再说哦。咸炒鸡排，香炒鸡排。你确定吗？几个字都不能错，别闹。香菜给拜，香菜有翻译的答案再讲。很难呢，你可以的，你高雄人。再给我五秒，哎，这题超简单。那我只能这，答案是盐炒鸡排。恭喜答错了，是什么啦？是什么？来解答一下，辣炒鸡排呀，会香啦，会香吗？你袂记得晓啦？你有什么好变成香炒鸡排？你再念一次，香炒鸡排，他发音很标准啊，真的啦。哎，我们要答对两题，我们要答对两题了，好恐怖！好，第一题先挂零，下一题。啊，然后我徐怪，请看彩木呀，哇，这个准备输了，
哎、欸，来吧。红酒蜜糖果阿欣，红酒糖蜜糖果，红酒蜜糖果阿欣，红酒蜜糖果阿欣。呀，再一次，红酒蜜糖果阿欣。阿弟，啥你讲？我再讲一次啊。红酒蜜糖果阿欣。蜜蜂个阿兄 ，yes， 红酒蜜蜂个阿兄 ，yeah， 红酒蜜蜂个阿兄，红酒蜜蜂个阿兄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红酒蜜蜂个阿兄，红酒蜜蜂个阿兄，红酒蜜蜂个阿兄，等一下，红酒红酒，来，先慢慢翻，对，红酒，来，红酒品，红酒品。捧贺阿兄，比捧贺，比捧贺，再次，红酒比捧贺阿兄，红酒比捧贺，对，不要再讲，你不要再讲了，拜托，阿酒比啊，红酒，红酒拼，饼，红酒那个啊那个，红酒比捧贺，比捧贺，捧贝。红酒饼饼是什么啦？红酒饼捧贺，比交屁交啊！红酒饼捧贺，红酒饼捧贺尬兴哦。嗯，尬兴。各位谢题，各位谢题，我可以念一次吗？那我先倒过来，尬兴是什么？我念一次，红酒饼捧贺阿兄啊，红酒什么苹果鸭胸吗？哇，红酒饼。等一下，饼是什么啦？红酒大的意思。红酒饼啊！什么？红酒焖苹果鸭胸饼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可以把饼掉哎！最后一次机会，掉呀！红酒饼。闭啊！闭起来，闭起来，躲！闭！闭什么？有什么好闭的？闭啊！闭啊！闭起来，闭起来啊！闭！来。再一个提示，跟风泽有一点关系。秋风泽，秋风泽，红酒秋，红酒风。红酒对啊，红酒泽。红，跟我有关系。红酒蜜。红酒蜜，苹果鸭胸。真的吗？好难哦。阿舅，你的那个标准的好不好？红酒蜜捧个阿兴，哦阿兴，阿哦，我第一次听好像台语，不是泰语，好像台语。他跟红酒蜜捧，怎样啊？题目到底谁找的？厉害哎！好啦，算是对一题好不好？可以吗？这题太难了。好，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不会我们两个一起猜？好像可以，因为有点太难，因为你们题目一定越来越难。对，我们两个一起猜。好，观众请出题。红酒比捧贺。好，来，可以转吗？可以来。惨的啦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胖妈多。谢谢你，胖妈多，胖妈多，胖妈多。嘿，海山，海山，谢谢你，胖妈多，海山。苏公米，苏公米。谢谢你，胖妈多，海山，苏公米。耶！等，苏公米。速公米，速公米，公公，速公，速公米，对，速公米，对对对，再一次，好来，谢谢你，潘妈多，谢谢你，潘妈多，呀，海山，海山，速公米，速公米，嗨，谢谢你，潘妈多，海山，速公米，是速公米呢，速公米，速公米，对，速公米，速公米，谢谢你，潘妈多。潘马斗，谢谢你，潘马斗海山。谢谢你，潘马斗，潘马斗海山苏公米。西西里什么什么海鲜？谢谢西西里米，潘马斗，潘马斗海山苏公米。番茄，番茄，西西里番茄，海鲜，潘马斗，西西里番茄。海山什么？海山什么？最后，西西，谢谢你，潘马斗海山。海产啊，谢谢你，妈的海产，苏公
蜜，蔬果蜜，蔬果面，蔬果面，西西里蜜，西西里番茄海鲜蔬果面，蔬果面，蔬果面，蔬果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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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蛤蟆都海上蔬果蜜，番茄对吧？蔬果蜜，蔬果蜜，蔬果蜜啊，蔬果蜜。蔬面吧，蔬果应该也不会叫蔬果吧，好像不能这样翻蔬果。蔬果蜜，蔬应该是蔬果蜜，蔬果蜜，蔬果蜜哦，蔬果蜜。我们要讲骂语，我们差那个蔬果，不要这样子，不敢，不要这样。那应该不是蔬果面，蔬果蜜，蔬果哦。蛤蟆头是番茄，没错啊。对，你翻的番茄海鲜，蔬果蜜，焗烤面。对，好，就这个，一二三，嘻嘻，不是我看给我的眼神，不是，嘻嘻里番茄海鲜焗烤面，不要看，我们还可以熬吗？吸管面，哎呦，不够迷哦，对啊。苏公米，我刚才错在哪里？苏公米，我说苏公米是泰文的意思。苏公米是什么？应该苏公米。苏公米，对，苏公米。你刚刚那个苏公米很像泰国某一间庙还是什么之类的。萨瓦迪卡，苏公米。苏公米，苏公米。哎呦，差一点呢。失败要进行惩罚。好的。每个人都要轮流按店名来，苏公蜜先，毁了我们，让我们这关大输特输。好，苏公蜜，苏公蜜润 ，Are you ready？ 三号机，谁胜蜜？你还胜？恭喜你，苏公蜜到！真的假的啦？真的，这个好店，这个真的店。天哪，苏公蜜哦，好，苏公蜜，苏公蜜，好了，来，谁要先来？不是我是老鼠，我要垫两次。我只是来宣传唱片而已啊。不是，我可以帮你垫苏公蜜。好啦，你都这样习惯，就帮我们四个垫。没有，不是，你垫自己好不好？不要垫，是我的。你垫长一点好不好？好呀。苏公，哇哦哦哦！我刚刚听到这样的声音，很垫，我也有听到。天哪！谢谢风泽。吸管面。哎，你第一个那个也。甜菜也是，哎，我以前不怕的，为什么？我为什么现在突然很害怕？你甜菜有点落腮。来来来，三号日。哦哟，这电有冲吧？不要这样，刚才电到我的手中了。这有冲，我很怕。我怎么？我真的很怕。哎，我刚刚不是电完了吗？我一下接下一段了。你帮他。没事了，好，加油！苏公蜜，我真的很怕，苏公蜜，谢谢你，爱闪，爱闪，我真的好怕，我真的好怕，苏公蜜，假的，我真的很怕，怎么办？我要哭了，我要哭了，他整个脸都红起来了。好，一、二，你要干嘛？没，我自己吓到，我自己吓到，苏公蜜，干嘛？苏公蜜。一二，有，真的有，有，谢谢嘉蜜。那因为小巨蛋开演唱会，我们有幸听到你唱一首歌吗？在这边。好啊，我的那个专辑里面有一首主打歌，叫做《雨伞情》，雨伞情。哦，雨伞情，那我们欢迎徐富凯带来的《雨伞情》。到家
时阵雨水是注定，不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你若无心爱牵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月头是阮的孤单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这阵雨水是注定，不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你若无心爱牵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月头是阮的孤单。谢谢。天哪，好好听啊！天啊，技巧好强哎！天哪，天哪！手工名人，来好好的宣传一下。宣传一下演唱会跟作品。好，我的新作品呢，诗歌已经在12月1号发行了。对，然后呢，明年。对，重大的事情是诗歌台北小巨蛋演唱会就在今年的12月5号开始卖票了，卖票了。那时间呢就在明年的2月20举办我的第一场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，希望大家可以来，谢谢。好好的支持许富凯，还有诗歌，还有演唱会哦。谢谢。今天给你一轮的考验，算是给你录取了啦，录取了，录取成功，谢谢。谢谢，记得小巨蛋开演唱会回来上班，谢谢许富凯，谢谢。这支影片已经结束咯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麻烦在下方帮我们按个喜欢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，记得在下面按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也别忘记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 IG 咯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